没装备了，没了。没谁谁谁是那个没有装备的、啊，看一下、啊。然后大家都阿基，什么？没穿衣服？没穿衣服。阿基没穿衣服，没穿。阿基变态啊！变态吗？阿基哦，太变态了，变态。哎，这模式还是变态吗？那个。变态，好，打架打架，这模式是不是变态？你看他自己就知道了。打架，有种把衣服脱了，有种把衣服脱来嘛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，箱子从上面掉下来喽，哇哦，太可怕了，没方块啦，你是没方块啊，有 TNT 啦，硬要说，可是不够到对面啊，你们要分散还是？那教师能用还是不能用？也不要啊，就一样先把哎哎哎哎哎哎，有人在弄了，哎呦凶巴巴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那个帮我帮我帮我做一些格挡，我没有，我帮你做格挡，对哦，好没关系，我要放一堆剑符棒，我跟你讲，我这边绝对没问题，剑符棒打我，快点你打我。我要摔死了！我要摔死了！快死啊！一堆人摔死了，直接摔死了啦！绿队同时死哎、欸，算什么？太好笑了吧？什么？哎呀，直接死啊！我这是小绿队啊！无限啊！太空人生活。哎，没事。之前你们那个都被我打掉了。用剑符棒当墙壁吗？对啊，我刚刚就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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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摔死要摔死了！不是，不是摔死，不要不要，不要再看地板，好快，直接摔死了，太强了，你看，超神的，这个太强了。而且我刚刚是强力是无限的空，大家都是啊，强力都一样啊，都一样吧，难怪都这么强。凶巴巴，好的，那个啊，一队有一个不死图腾啊，看你们那队被谁拿了？刚是洋洋拿走了，刚刚是洋洋拿着，我到，穿了一双鞋子，什么都没拿，拿了一把弓，我只拿了 TNT， 然后想叠啊没叠，然后就死了。红石赛呢会是什么？红石 TNT 一堆吧，嗯，我也觉得 TNT 不好吧？看看啊，先交换球员。哎，我又交换第五次了，要过去了，要过去了。杰克换到绿色，杰克换到蓝色，阿基换到白色。我觉得超衰的，我上场没活多。你今天居无定所，是马上死掉吗？一直动哎。然后感觉大家都还要再点一下加入，然后再点，再试一次，避免自己没有装备。OK， 换杰克没有游戏体验。好，一样哦，疯狂，然后红石赛，嗯，什么钱都没有。好的，直接走啦，走啦，谁没衣服啊？谁没衣服啊？哎，这市场比较近哦，都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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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都有各位点的，就等下全部都给我们TNT。叠过去啊！天梯当路来叠吗？哇塞！而且你看这中间水，它就只到那里，好坏。对啊，故意的，故意设计。我没想到他到最下面就拼一波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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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呢？哇塞！啊！哇塞！哎 ，OK， 好了，是有东西可以了。这个至少水桶先放。有火焰弹呢 ？OK。火焰弹有没了。武器你们有拿吗？没了，没有，我有东西，我你们看一下其他边哦，不知道该怎么做 ，OK 吗 ？OK 吗？队友们，隐约，哎，不是那个哈记，哎，可以过去了，可以过去了，好，过去，哎呦，我先了，我先了，打雷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水桶，他们其他人也要来喽，有人拿火焰弹，要打架吗？要打架吗？不好吧？不是，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去看看嘛。有没有那个红色？看看嘛。有。哎，他们中间是不是箱子出了？有东西。哦，要炸了！什么箱子出了？这火焰弹怎么用？哎呦！不要，天敌出了！丢出去吧！炸掉！天敌！走！哎呦！哎，有他们有钥匙，
有箭矢，上面上面小雨上面有敌人。好好好，你们真的不拿火焰弹吗？灵魂交换，灵魂弹怎么用啊？直接丢而已吧。灵魂交换是什么鬼？有人交换，把你到我家啦！丢让他燃烧。哦，他转到你的家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食物？我玩一下火焰弹可以吗？可是火焰弹要怎么弄啊？哎，不行哎，它跟那个不一样，它不能没有食物，武器也不太够。这很难操作。跳跃，跳跃提升。有有有！哦不，差点！保护我，保护我！哇，你们是在保护我？装子弹，装子弹！哎，小心小心！酱油啊，我没办法！他要提升，他要提升！呆呆呆呆呆呆！他打谁头了？没了！他是跟变态一样啊！哈哈！他怎么打我们？没办法！变态一样是谁？咦，他跟变态一样！哈，剩他们，剩他们了！啊！这上面那一段有稿子耶，变态！我们要不要垫上去？垫上去！你有没有吃的？哎！我要超能力！好恐怖，好快，恐怖！但不能摧毁世界！啊！个人获得超能力，杀鬼！超能力没有吃的啊！好饿！超能力，超能力！哎！我没有！哎，阿弟，干什么东西？哎！干什么东西？好饿哦！我干什么东西啊？啊！我死了！雨月的血量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真的都没有吃的呢。然后又在爆，又在爆。哦，有弓箭优势。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雨月好强下呀！各种爆，往下炸，往下炸。有人跑，有人跑。我只想看有没有吃的。要跑。吃的。要跑。要吃。哦。是，到底是哪里？有陷阱，有陷阱。哦，是那里哦，哦，哎，不行啊！啊，死了，死了！啊，没有，竟然是被炸死的，被炸死了，被炸死，他谁炸的？小雨啊，我在上面，小雨炸的，小雨，对啊，我在上面有人呢，我要听到整个丢。要回去，我用 TNT 把自己埋起来啊！然后炸死自己，然后就岩炸过去了。火焰弹要发射行动，那太久了，用完都……对啊，那个真的是蛮麻烦的、啊。人家要打过来了。对啊，天都黑了。嗯，还有什么没玩到？好像都玩到了。嗯嗯，建筑手。建筑手没有啊，这感觉就是盖方块啊。建筑应该要给很多方块吧？全部都空手挥拳这样子哦。可以可以。交换球员，繁星到蓝队，影月到白队，团团到绿队。来哦，来哦，这次杰克不用动喽。耶！杰克没动了，杰克没动了，可以成长了。可是我还是没有赢过，好难过、哦，太难过了，好难过的一段话。那就来林园建筑手，嗯 ，Go，Go，Go， 这种都超尴尬。嗯，啊，建筑谁的衣服啊？谁的衣服啊？应该会给个东西，都有。啊。嗨，仰天长望。嗨，大家都望着天空哎。没蹲，那像什么丫头人啊？繁星蹲，不知道，你看看啊，看我会不会直接被灭队？幽灵怪被释放，我看错吗 ？OK， 看错啊。那个那个，先放水。有很多草地，水桶一个人，一个拿铲子，一个拿镐子啊。那个那个斧头有人拿了吗？去找，拿了拿了。好，跟上跟上。那个那个。牛排你拿好不好？我拿一遍哦，好，都拿吗？好，跌到了，跌到了，拿走吧，你们拿走吧，我去拿另外的。哎，搞搞搞搞，把那都挖掉，最好把那些挖掉。干什么东西啊？这里又一个斧头，又一个斧头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南瓜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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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掉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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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斧头你们拿，我已经有。挖掉了吗？挖掉了吗？酱油把父母台挖掉，把父母台挖掉。小雨拿拿牛排，我们很多。好，干了干了，干了干了。稿子全拿掉。我拿镐，我拿个。因为你有没有水啊？你水拿着。这里这里这边有，这边有水，这边有水。好，我拿斧头。我有，我有。好。好多蝙蝠。那个，等下小心哦。十秒后就知道，没关系，我们在这里，可以的。记得水流，记得水流。哦，非常。又来了。完了完了完
有闪了，你们那边有闪了，飞起来了。哎呦！哦，对耶，哇！哦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好，杰克，你看那边哦，我看另一边。好啊，中间被占据了，我的胸甲，胸甲去哪了？没有头，没有内内啦，什么都没了。我可以去玩玩了，干嘛？耶！哇，中间，耶耶！怪兽，哎呦，冰起来了，冰起来了，放水，放水，冰起来了，好好。这是我能做的最大的。可是我越打越高，怎样？啊！放了，我放了，我放了，我放了，来，我放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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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去哪啦？对不起，反正这个又是水。对，我刚刚好像就是都一样，都一样，温度最高嘛。哦。然后又被火烫，然后就是往上被往上。原来如此，你跟你想干嘛？没有啊。我把你捕捉到。没有吗？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哦、好可怕、啊！你想干嘛？不要啦！现在可以很平安吗？对面那边有点三个人呢、欸。我也觉得有点，什么都没有啊。那边三个人吗？好啦，我们有中间三个人呢。走啦，我们去三个人。那边呢？不要啦，我什么都没有、欸。加油！你在干嘛？你不要用阳光亮点、啊。那边呢？不要过来啦！那边只剩一个人，先去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！这个他们要爽赢的啦，都要爽赢哎、欸，可以。中间是你们拿的、啊啊，我们不爽啊！那我们中间给什么东西啊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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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嗨！哎呦哎呦！有叠不了哎、欸，好可怜哦！嗨！哦，更高！你好！你干嘛？叠高！哇哦！白痴哦！吓死！哈哈哈哈哈！走，繁星很可怕。你说繁星很可怕、啊？哦，那你被盖章了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干嘛？哎哎，怎么打自己的？哇，烧掉，烧掉，烧掉！火，这火，这火，这火！哎呦，抗火，抗火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黑曜石哎，堵门啦！堵门了，黑曜石堵门啊！哎呀，老师！快点！哈哈哈哈哈！垃圾，垃圾！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啊，这天空创造还不错玩啊！还蛮多蛮好笑的东西，还不错玩。我现在有一种我在哪，我在我是谁，我在干嘛的感觉。你到底在干嘛？被吓晕了吧？所以刚中间没有好装备哦，也都建材吧。其实他也就是什么效率就这样子。对对对，都是效率啊，什么都一样，稿子呀、铲子呀，然后一堆草地这样。真的是建筑。爱好和平啊，不要破坏、欸、什么炸弹。破坏。我觉得那个红石箱还不错。嗯，还不错玩。炸弹至少嗡嗡嗡嗡。对啊，好可怕、啊。休息。好，休息啦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至少。好啦，暌违快一个礼拜又开台了，因为我最近其实一直狂咳嗽，然后你们现在听我鼻音也是很重嘛，所以我现在感冒其实还没好。然后，其实我这时间都在睡觉了。我最近七点就在睡觉，然后就是睡到隔天早上六点了，对啊，所以没开台也是因为病还没好啊。啊，然后没开台又没影片剪，我就觉得哦，好气哦。所以抱歉啊，最近都没有开到台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啊！哎、欸，
我也觉得应该是真的年纪到了，然后玩那种 PVP 的东西，突然觉得我的就手感一直没有很好，不知道是怎样，就可能是年纪到了，然后就那种电竞有没有，就衰退的时间也到了，毕竟都三十几岁了，有没有？啊，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这里是生病的房心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大家拜咯，老三小，拜拜。